当地上所有的宣教工作都完成了，所有的家庭都在天上相聚之后，我们会在永恒里，因着他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继续敬拜荣美的救主耶稣基督。一切都关乎耶稣，一切都关乎他已经成就的工作。越是珍惜耶稣所成就的工作，越是明白他为你所做的一切是要让你能在生命中作王，你就会越想要敬拜荣耀他。让我们一起透过神的话更多看见他已完成的工作。律法是借着摩西颁布的，恩典和真理却是借着耶稣基督而来的。约翰福音1:17，新译本。你是否注意到真理站在恩典这边，而不是律法那边？并且律法是被颁布的，意味着某程度的距离。相反的，恩典是来，恩典是就近人，与人亲近，并以人的样式而来。来的那人就是耶稣基督。律法不免显得冷酷、刚硬，又高高在上，你无法与两块石头建立关系。但恩典是柔和且温暖的，恩典不是某种教导或教义，恩典就是耶稣，你可以与他建立关系。神对于一味的顺服和顺从不感兴趣，他是充满爱的神，他渴望与你有亲密的关系。这就是基督信仰特别的地方。世界上许多宗教都强调道德规范、规条及律法，但基督信仰的重点并不在此。这份信仰是人要与全能的神建立关系。我们的主来到世上，被残酷地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用他的生命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好叫你我今日能在生命中作王。他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代表了关系的重建。耶稣来使罪人与圣洁的神和好。当你接受耶稣成为生命的主和救主时，你就因着他的宝血永远成为圣洁和公义。你可以坦然无惧地进入全能神的同在里，不需要有任何罪疚感与定罪感，或认为自己仍会受到惩罚。因着十字架，罪的代价已被付清，审判已经执行，神对于罪的愤怒已经得到满足，圣殿的幔子裂开，与神亲密的道路已然开启，罪已无法再拦阻你进入神的同在。他的宝血已完全洗净你的一切的罪。我们的神来到世上，被残酷地钉死在十字架上，用他的生命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好叫你我今日能在生命中作王。耶稣成全了律法。当你再次把摩西的律法放在你与神中间，就在否定耶稣已成就的一切。因为若靠着行律法便能称义，那么基督便是徒然死了。基督信仰不能被贬低成只是一张冰冷的清单，上头写满了该做与不该做的事。耶稣的死已经成就旧约律法所要求的一切。神的话语告诉我们，律法上的字句已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来代替我们完成了律法上一切的规条。现在通往神的道路已被打开了，哈利路亚。牧师，
你说我们已经不在律法之下，但耶稣自己说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亲爱的朋友，完全正确，但你必须引述耶稣完整的句子。他说，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耶稣并不是要将律法扫到地毯上下藏起来，假装看不见。他来是要替我们完成律法所有的要求，一切我们做不到的，他替我们成就。因此，借着耶稣，律法已被成全。当你已还清了房屋贷款，就会停止每个月的付款，因为贷款已经全数还清。如果银行要求你继续付款，你只需要出示房屋的所有权状。同样的，你我亏欠律法的，已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偿还了。哈利路亚！当仇敌魔鬼用律法控告你，说你有哪些没做到，哪些没做好，你只需要出示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耶稣就是你的所有权状。这也是为什么你被称为基督徒。你不属于自己，你已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赎回，律法无法再辖制你。仇敌魔鬼的军备已废除。你可能知道，现今解除核武是件大事，但你是否知道有一位更具破坏力的，他的军备已遭废除。圣经说，神废除了那执政掌权的军备。从以弗所书我们知道，执政掌权的就是指撒旦和他的军队。所以魔鬼已经没有武器了，但你知道他们在缴械前所使用的是什么武器吗？让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是怎么说的。涂抹了那写在规条上反对我们与我们为敌的字句，并且把这字句从我们中间拿去，钉在十字架上。他既然靠着十字架胜过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废除了他们的权势，就在凯旋的行列中把他们公开示众。哥罗西书二章十四到十五节，新译本。根据这节经文的前后文，魔鬼的武器就是写在规条上反对我们与我们为敌的字句。是什么样的字句力量如此坚强大，需要耶稣的死才能彻底消灭？在西奈山上，神在两块石板上写下十诫，因此字句就是神亲手写下的律法。于是魔鬼以律法当武器来控告并定人的罪。仔细听好，神颁布律法的目的不是为了要给魔鬼武器，但魔鬼知道律法不利于人，于是利用字句来攻击人。你已从律法的咒诅中被救赎出来。律法总是在定人的罪，使人远离神，所以魔鬼将律法当成他的武器，使人更加远离神。这就是为什么当神将律法钉在十字架上时，他公然地羞辱了魔鬼和一切黑暗的权势。一旦律法被钉在耶稣的十字架上，神知道只要人相信耶稣，律法便不再有能力定他们的罪。因此，当你知道并相信耶稣已完全成就律法所有的要求时，魔鬼就不能在你的失败时来控告你。就算今天他仍然用律法指出你的罪，你可以指着耶稣的十字架来拒绝所有定罪。你可能会说，没有人能撤除神的字句。没错，人不可以，但神可以。
而且他已经按着公义如此行。亲爱的朋友，你已从律法的咒诅中被救赎出来，魔鬼和他的同伴所有的军备已被废除，哈利路亚。然而若你坚持要在律法之下，就是再次将武器交到魔鬼手上。神已将律法钉十字架，他已撤除律法所有的要求，不再挡在他和我们中间，使魔鬼没了武器。但是当你将自己伏在律法的旧约之下时，就等于为魔鬼以清空的炮筒再次填满火药。我们必须遵守律法才能领受神的祝福，这样的教导就是让魔鬼火力强大。这些人没有因神让魔鬼缴械而安息，反而让黑暗权势重新得到能力与军备。我要强调，律法本是圣洁、公义和良善的，请别误解，以为我认定律法邪恶。虽然律法本是圣洁、公义和良善的，但律法本身没有能力使你变成圣洁、公义和良善。律法的目的是要显出你的软弱与罪，显出你多没有能力成为圣洁、公义、良善。律法就像镜子一样，会照出你的缺点、你的疤痕和青春痘，但你不能用镜子来清除疤痕和青春痘，因为那根本不是镜子的用处。你需要了解，持守律法无法使你圣洁，只有耶稣的宝血才可以。尽管如此，律法仍旧是圣洁的，它不是出于魔鬼，而是出于神。律法的目的，神赐下律法只有一个目的，让世人透过律法知罪，并且意识到自己需要救主。没有律法的地方就没有过犯。举个例子，如果没有法律限制你开车的限速，交通警察就不能因超速将你拦下来开罚单。简单说就是，没有律法就没有罪，不知罪就不需要救主。律法的存在是要带人走到自己力量的尽头，好叫人在绝望时能看见自己需要耶稣。因着律法，没有人能说自己不是罪人，也没有人能说自己不需要耶稣。这就是律法的目的。律法不是要使你敬虔，而是要显出你的不敬虔。魔鬼一直在做的，就是将律法压在人头顶上，让人不断感到被定罪，不断有罪疚感。魔鬼是律法主义大师，最擅长提醒你有多么不配。他被称为昼夜控告弟兄的，以下是他惯用的攻击模式。你自称是个基督徒，你这个假冒为善的人，别祷告了，神永远不会听你的祷告。看看你自己，你怎么还有脸进教会？亲爱的朋友，这些都是谎言，全部都是。魔鬼在利用律法，让你专注于自己的缺点上，但透过耶稣基督，你不再活在律法的定罪下。因着十字架的大能，魔鬼已经缴械，无罪的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你承担了一切。因着耶稣基督，你已脱离律法，被称为义。所以当你听到来自控告者定罪的声音时，请提醒自己，你已因着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公义。大胆宣告吧，跟我一起说三次，一次要比一次大声，
因着耶稣基督，我已称义。因着耶稣基督，我已称义。因着耶稣基督，我已称义。公义不是因为全然顺服律法而得的奖赏，而是一份白白赐下的礼物。你所穿戴的不是自己的义（括号也就是自以为义），而是耶稣基督的公义。神看你，就像看耶稣一样，是公义的。唯有恩典能带来盼望，唯有激进地传讲恩典的信息，才能为基督徒带来盼望。唯有耶稣所完成的工作，能为我们带来完整、健康与沙龙平安。有些人说，活出基督徒的生命很难。亲爱的朋友，不是很难，而是完全不可能。能达到标准的只有耶稣，而他要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完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需要靠自己的努力来守住摩西的律法，因已有人替我们做成，罪的代价也已经在十字架上赎清了。我们今天所要做的，就是相信我们的救主，并且从他领受丰盛的恩典及公义的礼物。基督徒的生命是安息的生命，就是在耶稣基督以及他所成就的工作中安歇。时候到了，该停止努力，并开始享受耶稣。魔鬼讨厌恩典的福音，因为恩典的福音让基督徒能在生命中作王。当你作王时，魔鬼就无法作王了。唯有耶稣所完成的工作，能为我们带来完整、健全和平安。命定为王，第三章，恩典福音的争议。你是否想过，为什么当你一提到恩典，先不说有多丰盛，很多人就开始防卫？你会听到这样的说法：小心那个恩典牧师，我听说他最近要来。或是你要小心，太多恩典对你不好，一定要有律法来平衡。你是否想过，这些担心与恐惧到底从哪来的？回想一下你看过的印第安纳琼斯系列电影，在主角取得无价的圣物前，必须克服在宝物周围的重重机关陷阱。飞镖从他左边飞过，毒箭从他右边划过，脚前的陷阱里满是尖锐长矛，上头又有巨石滚下，这重重机关与陷阱都是为了防止圣物被取走。当你学会领受恩典时，便能开始在生命中作王。同样的，魔鬼也在恩典的福音周围设下重重机关，他非常清楚，当你学会领受恩典时，你便开始在生命中作王。魔鬼来是要偷窃、杀害、毁坏，他要你贫穷又破碎，一点也不希望你在生命中作王。所以他极尽所能地防止基督徒领受丰盛的恩典及公义的礼物。争议，魔鬼的策略。魔鬼的策略就是在神的真理周围设下争议的机关，为了不让神的百姓从他完全的应许中得着益处，魔鬼在真理四周埋下了重重的争议。不难发现，越是充满力量的真理，魔鬼便会在周围设下越多的争议。神的话语提醒我们，对魔鬼的伎俩不可无知。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时，骨蛇的头已被践踏，神给了魔鬼一个
博士学位，脑部永久受损。你会发现魔鬼的策略总是了无新意，过去的手法如何，现在还是一样。举例来说，当神在基督肢体中恢复关于医治的真理时，魔鬼便立了个牌子，异端。许多年来，教会看着这牌子退缩着，说：“哦，这是异端，太危险，太具争议性了，在教会里还是别提医治吧。”教会没有选择研究神的话，了解神如何看待医治，反而选择退缩。他们没有看见耶稣在地上时，他的服事超过三分之二都与医治病人有关。他医治病人，触摸他的人也得着医治。圣经记载，众人都想要摸他，因为有能力从他身上发出来医好了他们。我希望好莱坞有人能将路加福音六章十九节的电影内容拍成电影。那些来到耶稣面前生病的、瘸腿的、还有瞎眼的，都得了医治。耶稣医治的能力临到所有碰触他的人身上。当你求神医治，你时脑中若有这样的画面，必能充满信心。世人并未拥有真理，他们包装虚构的东西，然后当成真理呈现。他们给你看一些外太空生物，让你相信外星人真的存在。而我们这群基督徒拥有真理，却将真理搞得像虚构的东西。拜托，基督徒啊，我们拥有真理，让我们一起勇敢地宣告耶稣福音的真理。唯有耶稣的恩典与能力，有恩膏，能释放人得自由。我全心相信，神正在全球兴起一群新世代的导演、制片及编剧，要将耶稣福音真理中纯正与能力展现出来。当神在教会里恢复关于富足的真理时，异端的牌子再次立起来。多年来，教会避免关于富足的教导，就是因为太具争议性。我们再次看到，就算圣经清楚地写着耶稣本来富足，却成了贫穷，叫我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教会仍然退缩，说：“别提这些了，太具争议性。”我无法理解为何有些基督徒对于脱离疾病和贫穷如此抗拒。为人父母的你，难道希望孩子活在疾病与贫穷中？孩子不舒服时，为何带他们去看医生？为何你要尽可能地给孩子提供最好的教育？难道不是因为你希望孩子能蒙福，有健康的身体，并且有富足的未来？那你还会觉得天父不会给你更好的？你真的认为用金金打造天堂街道的天父，却会要你贫穷？仔细听好，天堂的街道不是表面镀金而已，整个都是金金做成的。想一想，如果你们都知道要拿好东西给儿女，更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把更好的东西给求他的人吗？看清魔鬼在教会历史中如何利用争议来阻止基督徒得着神最大能的真理。他在医治、富足及恩典周围设下许多争议的屏障，让基督徒无法胜过疾病、贫穷与罪。当神的真理被越多的争议包围时，此真理必定有极大的能力。留神，我所说的不是所有争议都根据神话语的真理而产生，我们要用圣经来查验一切。虽然如此，争议的确是魔鬼用来拦阻神百姓得着他真理的工具。
他是个满天谎言的高手，误导众人的小偷。所以我们所信的一定要有神的话语为根基，并且要用神的话来查验一切。别因为听说恩典是个具争议性的话题就此退缩，花时间研读神的话，看看圣经到底是怎么述说恩典。应得的恩宠和白白得来的恩宠。原来你也是成功神学牧师。亲爱的朋友，根本没有所谓的成功神学，或说成功福音。圣经里只有一种福音，就是耶稣基督。不过，当你相信以主的恩典为根基的耶稣福音，必定会带出健康和富足。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会带给你进入祝福、成功、医治、恢复、保护、财务突破、安全感、平安、全人的完全，甚至更多。神之所以赐下祝福，不是因为你有多好，而是因为他是良善的。神之所以赐下祝福，不是因为你有多好，而是因为他是良善的。恩典是基于他对你的信实与良善，与你的表现毫无关系，一切都是不配得来的恩宠。如果是要看你的表现如何，那就不是恩典，而是律法。